前这碗拉面，碗中一颗大眼珠盯着你看，看得你边吃边发毛。万圣节限量版拉面店开卖，强碰康瑞台风，但是营业时间都还没有到，饕客就来这边排队吃美食了。我没想到，没想到我是第一批来。他们那个脸书上面发那个万圣节限定啊，本来就想来吃的。我想吃眼球啊，我20几分，我差点就飞走了。万圣节碰上康瑞台风搅局，30号全台停班客，拉面店逆势开张，还寄出西京限量版拉面，打出台湾餐厅几乎吃不到，因为猪眼球是老板特选。这碗拉面西京食材还有首客古堡海苔、紫藤糖心蛋，一碗不便宜，要价420。一开始会觉得咬不动，可是咬下去还会爆浆，蛮特别。管他疯狂宇宙，饕客为了吃无所畏惧，尽管要排队1个多小时，而且特别版拉面只卖2天，1天2个时段，40碗。前面其实蛮多人，就是专门来吃这个万圣节限定的拉面，大概就是前面2轮的时间。不仅拉面搞怪登场，也有港点店把经典流沙包变成一个个可爱小魔鬼，加了装饰，万圣节氛围满点。还有这盘幽灵三兄弟：木乃伊、萝卜丝、酥饼，有趣又应景。万圣夜风雨袭，至少有限定美食来满足味蕾。三兄的高冠轩来自台北采访报道。